然哥借我的。壮哦，钥匙呢？千年金甲岭，一身萝卜青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是我们的地域保护区，我们浅绿色的是萝卜种植区，深绿色的是核心种植区。金甲岭萝卜国家农产品地理性标志产品，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加上特定的生产方式，成就了金甲岭萝卜。这就是金甲岭的萝卜做出来的鸡萝卜。你们听这个声音，嘎嘣脆，香香辣辣的，拿来拌个粥啊，吃个面条什么的，简直不要太好吃。而且现在是吃萝卜的最佳季节，喜欢的朋友们左外角来一单试一下。工资1800，简简单单吃一点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工资2800，简简单单吃一点，烦死了。盲盒早餐店，选到什么吃什么。耶，哇哇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万般皆是命，自己选。今天赚了，啊！10块就这个？嗯，到期了，等下把东西搬一下。好的。哎呀，朋友，你咋又没胃口了？你这样的话，那不如来试试咱们家的彩椒酱吧，吃起来香香辣辣，特别开胃。我就不信你不多吃两碗饭，毕竟都卖了80多万单了，这么多朋友替你尝过，你就放心大胆去拍。你可用来拌饭、拌面、加馒头、蒸菜或者做蘸料，吃法那是多种多样。相信白马的一定要来上那么一单。盲盒早餐店喽！我拿50的。嗯。哦，不知深浅。简单吃一点。阿珍，万般皆是命，让你帮叉，来个五块的。抢我台词！接发杀！烦死了！好的，阿赞，万般皆是命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南方人的蘸料：小米辣、蒜末、香菜、辣椒面、芝麻，淋上热油，蚝油、生抽、香醋，搅拌均匀。好鲜啊！北方人的蘸料：香菜末、腐乳、一勺芝麻酱、两勺芝麻酱、三勺芝麻酱。我们的蘸料：蒜末，一勺彩椒酱，再来一勺彩椒酱，油泼辣子，香菜，淋上热油，搅拌搅拌。
好吃。盲盒早餐店。嗯，哎，今天怎么没人啊？谁呀？是我呀，靓仔男。男哥，自己聊吧，今天算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天天跟朋友们说我们家的辣椒是手工剁的，为什么不用机器，机器那么快，很多人就在问，今天我让你看一下他们的区别。我现在模仿的就是机器剁辣椒的效果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。这个辣椒已经剁得差不多了啊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砧板上面，哇，全部是水，看到没有。好，现在剁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给它放盘子里面，放上两分钟，一起来看一下效果。这个就是放了几分钟以后的一个效果，大家看一下，辣椒的水分基本上都流失了，口感也没那么脆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还原一下我们的辣椒长出来的一个效果。手工长的辣椒已经可以了，我们也来看一下效果。这个就是手工长的辣椒，它可能不是很规则，但是它的水分和脆感、营养都得到了一个完好的保留。我们之所以这样手工去斩辣椒，就是想用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购物体验。盲盒早餐店，太的哦。嗯，你们老子挖车了，自己选。切，发发，是有点懵了，你还可以。有用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万般皆可定。